星期六的晚上来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今天欢迎我们的特别大来宾，欢迎大家。Yeah, 一一问候一下吧，对对对，是两两为一个剧组，两两来自一个组。那首先是这个我们沈腾玛丽，这个九月三十号的《夏洛特烦恼》跟大家见面。这个是一部刚之前点映的时候就口碑爆棚的一个好电影。真的是沈腾是你导演的吗？不是，是我主演的。这个很重要。沈腾还钱。还记得这事儿呢？是这样的，沈腾有一年过生日，很多年前。当时沈腾就是在生日上喝醉了，谢娜也喝醉了，谢娜在冲动之下就帮沈腾那一天的生日 party 买了单，后来谢娜后悔了一辈子。然后谢娜当面和背面用各种方式跟沈腾提出了两个字的要求，还钱。首先两位现在混得也不错，还不还钱？对，跟大家打招呼。还不行，还不行。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大家好，谢娜把我耽误了，让我跟大家打招呼了。大家好，我是沈腾，《夏洛特烦恼》电影中间的夏洛的扮演者。Hello， 大家好，我是玛丽。那么《夏洛特烦恼》电影里面，我扮演夏洛的媳妇儿马冬梅。你知道这个电影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吗？就是沈腾演。它是一部青春片。为什么？不是，重点是沈腾去演一个高中生。哎，高中生，真的，你脸上褶子怎么弄的呀？玛丽，我就觉得毫无违和感，是不是？对不对？对，你演高中生没问题，我没问题，我就是本色。对，但是腾哥演的时候就用胶水往里边涂那个缝儿。哎呀，你是不是沈腾？你演的时候是不是不能笑？可以笑吗？整个我笑不笑都晚了。晚了就我不笑的时候也有几道爪子。那你是怎么说服自己去诠释这个角色的呢？说服自己这个过程并不困难。是主要是怎么说服大家跟说服导演。好，接下来呢，就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创下非常好的成绩，他们已经来过很多。你们是一个组合吗？你们两个？我们这个花千骨当中两位非常优秀的演员，我们的张丹峰和我们的薛海乔，欢迎两位。欢迎你们。好，接下来是我们中间这一组，是我们台正在热播的《云中歌》的。好火呀！现在这部剧。两位主演了，我们的陈晓和我们的杜淳，欢迎两位。打招呼，两位打招呼来。大家好，我是在这部热播剧《云中歌》里面，我是饰演刘病已的。然后我觉得现在大家能那么喜欢这部剧，我也觉得很开心。怎么像唠家常似的呢？对，而且你很仓促的要说完这段去哪儿。而且他一播就创下收视奇迹啊！真的，而且我又自己说我在这部热播剧。不是，大家知道笑点吗？因为我们节目不是提前录的嘛，所以这剧现在还其实没播。然后陈晓介绍我在这部热播剧里面。对，心里还有点打鼓。好，杜淳对云中歌有没有信心吗？信心肯定是有的。我在这部戏里扮演你这部是你不能直接简单的说这部戏，你必须说热播剧。这部热播剧。我在这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中扮演孟爵。孟爵。好的，我们这个预祝我们这个云中歌在我台继续热播，好不好？好。今天我们聚到一起呢，其实要证明一件事情，因为各位的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都非常的受欢迎，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行。但是呢，并不见得在快乐大本营的舞台上玩游戏大家也行。所以今天我们大家用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证明自己是这个舞台上当之不愧的游戏王。对，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为什么就穿的跟大家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不参加比赛，我是那个裁判，因为我已经是游戏王了。我有自己把自己的敌人对手已经设定好了。是我吗？今天这样，你这个我这队的千万不要跟裁判过不去，好不好？六届里面最老的，你还是回去把褶子填一填吧。我建议你把敌人设定成1997年的李宁。其实呢，这几位我都非常有信心，包括玛丽，我也觉得没问题。但沈腾，说实话，我今天会把重点目标锁定在他身上。他腿脚不协调。因为听说最后每一队要淘汰一个自己对决的最弱的，
所以我会，我觉得沈腾体力什么都没问题，但是他年纪放在这儿。对，我觉得沈腾跟那个吴昕是好朋友。怎么说？他们俩都是有一个特点，就是能躺着的时候绝不坐。沈腾，你告诉大家，导演问你最擅长什么运动，你跟导演怎么回答的？躺着。他说这是睡觉。我觉得答案太棒了。其实我觉得这中间有就，我觉得至少这两位一定是运动很强。所以把他们分在不同的。陈晓今天看怎么小了？我觉得陈晓在功夫练琴之后，整个人都开了。有没有？哦，是不是？收到了吗？收到了，收到了，收到了。杜淳有胸肌，海涛有腹肌。昨天晚上我摸了一下，是吧？手都杵了吧？杵了，杵坏了。是陈晓有拜托你说，聊到他的恋情的时候，你又把。那个海涛的腹肌拿出来帮他引话题吗？他是想把焦点移到自己身上。哦，这样子啊！天哪！好，那今天呢，我们是这样，因为陈晓其实呢，各方面他是运动天才，但是呢，在大本营曾经有过一次滑铁卢，就是上次的这个跳高，对不对？因为那次你跳了多少？那次1.65米，然后袁弘让我跳1.65米，我也尊重他的意见，但是1.65米三次都没有过，确实是跳了一个我的高度，就他身高是1.65米。在8月15日播出的节目中，信心爆棚的陈晓在赛前夸下海口，我还是有底子的，所以算是有经验，绝世高手，绝世，绝世高手。我们来听听看，挑战的高度是1.65米，1.65米。由于九叔赛场，陈晓三次1.65米的挑战均告失败，最终只能抱憾离场。今天大本营现场给他一个一雪前耻的机会，我们在哪跌倒在哪爬起来，能否成功我们拭目以待。我以为你回去有难受吗？这件事情就三次了，1.65米。我看他那跳，那跳过有很正常。我说实话呢，刚刚回去的那段时间，其实心里可有点就觉得好像不服气也好。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服气？我在上海剧组的时候呢，我在那个楼道里面，我还自己在那蹦。哎，那你练的时候他在场吗？对，然后在旁边加油啊！杜淳不在场，对，杜淳也要挺胸而出啊！这个时候今天怎么没有起到作用？你一直在那含胸干什么？我是来拆墙，你是来拆墙的。然后呢，你在片场自己练，然后呢，结果能跳到多少？我觉得1.65米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没有问题。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先暖身一下，先不正式比啊。我们在哪跌倒，在哪爬起来。我们先让陈晓来试试看，我们一步步来呗。先不挑战1.65米这个高度，我们先从大本营，因为好奇怪，我们其实彩排的时候有人跳过1.7米，但目前为止在节目当中呈现出来最高的成绩是1.4米。我们直接从1.45米，好，先来挑战一个大本营的最好成绩，好不好？一起来拼。我们现在是1.45米的高度，目前是1.45米的高度。那么我们在陈晓挑战1.45米的高度之前，我们首先欢迎沈腾完成这一次突破年龄的挑战。超想看，哎，1.45米没问题的，1.45米很容易的。这样，先让那个陈晓给你打个样，好不好？1.45米随便你跳一个，好吧？不，陈晓待会儿累了，1.6米就没有，他跳完这个就休息呗。对，我跳完万一出事儿了，节目继续不下去了。啊，不重要，不重要，没关系。陈晓，你这是什么摆法？这个踏板。对，他从那边跳。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摆法哈，你看一个他这个啊，来。哇，好帅啊！这很简单，还有个时间，好吧？好，沈腾冷笑了一声，他已经做好准备了，把杆儿往起升。是吗？真的吗？升到看不见。把杆儿往起升，升多少？要不然我不好钻。我试一把，试一把啊！我来到了快乐大本营，我必须争取多出镜。所以你今天是多出镜。我以为你会讲出一个挑战自我，结果是新出镜。啊，把板正过来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摆法啊。好，对，好 ，OK。沈腾注意安全啊！还是摆的呀。沈腾注意安全。好，我们六届最老的马上要挑战自己。感受了一下，非常好，非常好，准备啊！来，预备备！哎，我觉得大家应该给老年，不是给沈腾掌声，好不好？好，来，沈腾加油！六届最老的朋友，出发吧！来。
导演问你最擅长什么运动，你跟导演怎么回答的？躺着，躺着。什么？没有那种弹的感觉啊！你打算这样？打算这样？我的意识已经过去了。我刚才在弹起来那一空中，我觉得特别自由。I believe I can fly。行，我知道，有一种飞一般的感觉。下一位是谁？来，丹峰。分队了，不用分队，就谁想试想。就是自由。丹峰，你敢不敢试1米5？先让我从1米4。好，来。东方爸爸，你在干嘛？东方爸爸，你干嘛？这种穿法好久没见过了。喇叭裤哎。97年是不是都这么穿？这个挡到那个。明白明白。那你还要把袜子穿上？九七年夏洛的影子。来，李冰冰，开始，加油！哇！这什么跳法呀？这是。哇！说了绝对还有量。你的动作就是不规范，但是他就是跳很高，真的是斜的。他的那个跳的，你老觉得他没准备好，但是就是。是。陈晓又开始了。张丹峰个儿高，直接1米65，来1米65。这是陈晓曾经在片场挑战过的高度。我们1米65第一跳是由沈腾来完成。有没有要说？好不容易来一趟大本营，上个镜。妈妈爸爸，我争取回去见。沈叔叔加油！好，你看专业的运动员就是调整气势方面非常的这个冷静，有自己的要求。好，调整好角度，来。加油！头刚过那个杆儿，我跟你说，我看这杆儿啊，跟谢娜一边高啊，我就他是我一个难以逾越的一个障碍。好，来了。这次是用耳朵撞下去的。沈老师像去够杆一样。哎，有没有人拍到亚鹏？亚鹏在旁边那杆直冲飞了。哎呦！来，陈晓，我们在哪跌倒，在哪爬起来？1米65应该没有问题。好，来了，加油！跳过去了，想对他说点什么？哦，那个完美。什么？愿挑战的可以举手。沈叔叔，谁要挑战？我来试试一下。好，哇，来，大哥来。好，试一下。1米65有点，像我那种方法是很难的，对。对。没事，我们试一下。试一下。来。好，首先是我们跳高之前的仪式，东方爸爸干什么？我来试试。好，来了，加油！陈晓，服不服气？服我挺服气，我挺服气的。可以1米2米都可以，我们是一个队，来嘛，可以的，可以来，可以的，来。陈晓加油！陈晓加油！陈晓加油！你先，你跳1米7之前，你先问丹峰要不要试。丹峰，你要试1米7吗？你是试的1米7吗？1米7，好，没问题，加油！陈晓，
了，加油！我要张丹凤，我要张丹凤稍微懂事儿一点吧，这会儿就不出来再继续挑战。但他肯定不懂事儿。好，我来试一下。我都说过我一米七二，你们不信。好，来，准备，开始。人其实不要怕有对手，或者不要怕有竞争的对象，你总是在遇到一个高手的时候会变得更强。我们留一点想象的空间，好不好？好，就到这了，好不好？现在我们最后停在一米七，对吗？一米七是吧？一米七。好，恭喜。去。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大家都看到我们现在已经分好了蓝队和红队，所以现在我们要两队分别给自己的队取名字然后喊口号。你如何评价一下现在的分队？你觉得我们这队的实力怎么样？我觉得你们这边关键有一个六届最老的把整个的年龄层拉高了，这边是有六届最丑的，所以把整个颜值拉低了一点，所以两边是公平的嘛，是不是？两边是公平的，所以你们现在要还找，我也找谁？是谁？你在找谁？哎，你想好了？先听他们的。我们的队伍名字叫做“不言不语”。什么？没有颜值就不用说话。哦，我以为不言不语，那就请这边走。怎么样？哎，好，不言不语对。然后后面有个什么呀？我们说不言不语。我说美。对，好嘞，来。哇，他们把美分给了六届最丑的男生。来，一百，走。我们是不言不语。美，有点气势好不好？好，有点气势，我差点喊成美。好，没有气势。不言不语，有言必胜。听一下这边，有言必胜。快来，我们的队名是必胜，拼拼拼拼队。我们的口号是拼了。非常的直接，就是很励志，很直接，对不对？我知道你们要干嘛，你们想拼。我们要彻底反弹。我是彻底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他们就是想说，不，没有颜值就别说话，意思。哦，那他们就不要说话了。没有，他们会整齐很嚣张，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颜值很高，他们只是希望海涛闭嘴。一轮的游戏叫做弹力绳。弹力绳游戏规则：红蓝两队各出一名选手，在绑住弹力绳、手拉力牵扯的情况下，奋力奔跑到终点夹豆子。中途若被弹力拉回，可重新冲刺，30秒内结束。夹的豆子数量进入队伍总成绩。这个游戏如果手笨夹不起豆子，那腰再好，腿脚生风也并没有什么用哦。裁判娜娜负责使用手机计时。这就是 vivo 智能手机，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时间，按这儿就启动了，按这儿就停止了，按这儿就复位了。哇，它是手机还可以当秒表，真棒啊！所以接下来我会用这个手机来计时。第一组是海桥，对阵的是张丹峰。海桥加油，拼了！海桥加油，快加油！我愿意用平等身份跟你公平竞争，敢不敢？好。我愿意接受挑战。好，啊，东方爸爸加油！海桥加油！加油！海桥加油！海桥最棒！拼了！拼了！拼了！好，拿出跳高的劲儿来！于贝贝，开始！海桥冲啊！海桥冲啊！快点！加豆，加油啊！稳住。时间过了多久了？倒数10秒，8、7、6、5、4、3、2、1。
好，慢点，好，那我看我们来看他们今天这个数，丹峰是五颗，海乔，海乔太争气了，七颗，海乔最棒，慢点，慢点，慢点，好，那我看我们来看他们今天这个数，丹峰是五颗，海乔，海乔太争气了，七颗，海乔最棒，那就是海乔豆，海乔豆，在跳高比赛中一再重伤陈晓的张丹峰，表现的强悍，不认输和不躲位，但此局竟然完败给孱弱的徐海乔，看来真是一切皆有可能啊，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更出人意料的结果呢？好了，第二轮我们要有请陈晓和何老师。 哦，不用远了，小芳。不用远了，小芳，你听到没有？不用远了。我够不到。小芳，你没有听到何老师说话吗？小芳，小芳，小芳真的，我跟他那么近，一直说不用远了，不用，拼命往前推。装听不见，他假装没听见的样子。网络红人不好管呢。对呀。我特别怕这个，因为我上次玩这个撑了一下，瞪了一下头。 而且我们这边也太远了，我觉得真的太远，给他们弄近一点吧。啊？那个导演说不行，然后导演一直摇头说可以。好，导演只有一米三，他在这边要我搞6米3。我觉得有点悬呢。没事没事，不行就够不到呗，有什么了不起的？准备好了，预备。 加油！马丽，加油！马丽，加油！开始！马丽，加油！马丽，加油！马丽，加油！
丽，弄点唾沫。吴昕，加油！哎，十五秒了，要十五秒了，一半了。哎，不能喊了，冲冲冲！好，一半了。哎呀哎呀！哎陈曦没有事吧？好，来，我们来公布一下陈氏成绩。公布一下成绩，这边就没有，这边呢？我不敢相信玛丽那么拼，在那待了那么久，夹了一颗豆子。一颗，还不如吴昕在那后面。玛丽就夹了一颗呀？只夹了一颗。我以为弄了很多。不是，玛丽整个表情就是非常的专业，先是用这边夹，夹了完了用这边夹，最后一颗。玛丽，你是在上无实物表演课。玛丽的表现充分告诉我们，有时候赢在起跑线也是用处不大的。红队没能利用吴昕零蛋的大好机会拉开比分，两队成绩依旧互咬。两位错误的示范会不会让后来者吸取教训呢？我们接下来要请出的是海涛对阵杜淳。哦，现在挪到六米是吗？越来越远啊。不是，好，我们是第一呀。挪吗？赢。对，这样才是直的。赢。好好，可以了，可以了，这回是平的了。计较的呀，就这两公分，大家计较的呀。杜淳拼了！从第一次见你，我就喜欢你。云哥，你出来见我！放肆！不要太过分了。是我的，绝不会让你。杜淳拼了！海涛，海涛最美！杜淳拼了！海涛最美！海涛最美！大美海涛。海涛一定要冲过去！开始，好，好！哇，好轻松啊！杜淳加油！来，我们观众朋友喊起来！加油！海涛加油！海涛加油！杜淳加油！杜淳加油！杜淳加油！时间怎么样了？时间怎么样了？时间到。杜淳拼了！好，回去，小心小心点。来，何老师，我们一起来数一下。小心。这边海涛呢是八。好，这边我们杜淳是七颗。海涛以一颗，不错，一颗的优势暂时领先。接下来这一组呢，六届最老的和六届鼻子最勾的回家。嘉哥和沈腾，我觉得六姐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六姐鼻子最高，还往后推。多少？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何老师那个地方。有本事你放到那屋。六米。加油啊！哎呀，到底谁会胜？我觉得海乔和东方爸爸他们遇到了好时候。他们那时候才5米多，多自在！遇到了好事，真的。沈腾加油！沈腾加油！加油！沈腾加油！等会儿。六届最计较的。那筷子给我放左边，我左边。又是六届最老的，又是六届最计较。筷子给我放在那个盆儿左边，对。行了吧？好了吗？啊！越老越计较哈。那个是这样的。现在六届最老的开始耍赖了，老奸巨猾，手上拿了一个豆子。你说什么？一个豆子在家爷前面脚前面，他滑倒了怎么办？那你拿到以后，你顺手给他滑倒了以后，大板蝇怎么办？最好给他吃了。吃豆子真的显年轻。好了，沈腾叔叔。好，我是六届最会用秒表。秒表，来，于贝贝，开始。哇，沈师傅太专业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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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沈叔叔，两颗，加到了两颗。可是我在后面看他是哇哇很频率的那个，他就是频率高，但是他没有加到。我没加到。维嘉，维嘉一下就到达了目的地，然后很沉稳的，沉稳的在这边加了很久，对吧？观众甚至响起了一阵掌声，他加到了。应该是你们他们那组应该是成绩最强的。是的，三个。我以为我瞎了，不是，到后面根本使不上劲儿了，使不上劲儿，我太了解那个玛丽那种感觉了。蓝队最后的成绩是16颗豆子，耶，不少了。那么我们的红队最后的成绩是15颗，22颗豆子。环节，那现在我们这个环节呢是非常残忍的环节，非常关键，就是要在我们每一队里面，要大家到这个小小的这个秘密的房间里面，选出一位你觉得本队最衰的一位队员。接下来即将上演最残酷的密室淘汰计划，红蓝两队每位队员在密室中投出觉得队中最衰或实力最弱的一名队员。我投他，一直就很衰，不好意思。这名累积票数最多的红队队员和蓝队队员在下一轮游戏中的分数将被作废，不计入总分。请注意，你们在密室中的投票在游戏结束前都是全场无人知晓的秘密。沈腾会投谁呢？投的是我吗？100%所有人都投我。我们会在游戏结束前揭晓投票结果，究竟是谁会成为众矢之的的淘汰者。选出的最衰的那一位人是，接下来是决定胜负的任意门游戏。音乐开始时，众人在门板后随着音乐起舞，音乐声停，主持人在三个门洞中随机挑选一个作为游戏门洞。3、2，首先从该门洞突出重围的两个人可以获得敲银弹的机会，而银弹中的数字就是为自己的队赢得的分数。当这个纯凭运气的游戏加入考验人性的淘汰机制，会带来什么样出人意料的反转结局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我给大家规定一下，每一轮都有一个舞种，是不是？我说的那个舞种，大家必须跟着这个音乐跳那个舞种，不要跳成其他的舞种了。好，音乐起，我给大家跳几个，就是大概要跳成什么样，大家就开始跳起来，好吧？音乐起，第一个舞种，复古 disco。跳起来，陈晓没有跳，陈晓跳起来，沈腾跳起来，杜淳跳的什么玩意儿？好，继续这样跳啊！好了，刚刚大家热一下身。好了，准备好了，预备，音乐开始，天再继续。欢迎又回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准备好了，预备，音乐开始。起来 ！Here we go！
在这个快乐的城市，让我们嗨起来！准备啦！是多少分你就为本队赢得了多少分，好不好？首先我们请何老师。我先砸这个蛋。首先我对刚才有可能有投了我票的杜淳，因为据娜娜的分析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他投完票之后导演对他说有种，我投票的时候导演笑的呀，你投票导演笑了吗？没笑是吗？啊，他说你这个，那我知道你肯定投到何老师，他说有种。我对杜淳说，我刚才的亮眼的表现有没有应该会让你很后悔，我现在给你砸一个十分出来，我让你肠子都悔气。八分有没有？八分。哎，我觉得很有可能杜淳，你看他的表情，你看他的表情。认识挺久了，其实我特别不想投他，反正都是朋友，但是为了全队荣誉嘛，也没办法。但是杜淳没关系，应该除了你没有人会投我，我觉得啊，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分数应该能记上。好，接下来我们请红队的海涛来砸蛋。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大家可能了解我的观众朋友们知道，不了解。我其实玩这个环节还行，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灵活的胖子，大家拉不住你，关键是个坨大，大家打起来的时候我也不敢往你凑，我只敢往旁边待，然后凑冷子来一个，什么也束缚不了我要奔跑的脚步，我就来了啊。你说一下你有可能被投出去吗？哪来的自信？海涛零分。有一位队员的表情非常的惊讶，很有可能这位队员就投了你，就是嘉哥。我觉得不只是嘉哥，我觉得嘉哥安排的可能是大家投海涛。我投票给他，他绝对不怪我，这是我的好兄弟海涛，我希望其他的队员接受到我的讯号。我得个九分多难，你下蛋都难啊！你有什么话想要对其他队员说？特别是嘉哥。我相信嘉哥，我觉得嘉哥在关键的时候一定会投你的。哦，我。海涛就是攻击中的战斗机。熬夜。熬夜。刚才海涛挑到九分的时候，红队基本上全队颓了，陈晓也是。好，我们现在准备第二轮了。第二轮蒙古舞啊，来音乐。大家想到这是一片美丽的大草原。音乐走起。眼睛里面要看到蓝天和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
夏洛真的很活泼。陈晓，你跳的时候可不可以挪动一下步子？沈秀儿怎么了？我还以为变窗口呢，我去三那儿等着去了。哎，等一下，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六届最老的这位啊，你知道吗？就上一轮的时候，大家都在挤三号的时候，他发觉三号挤不下去，他就从一号出来了。然后胡老师跟他说，喊的是三号，他又到三号去。刚才。丹峰已经被从二号门拖出去，已经几乎都快拖出垫子了，后面那个人一直拖着他，然后这时候丹峰特别真诚地对后面喊，我已经出来了，不要再扯我了。那个人一放手一抬头，我一看，沈叔叔。接下来沈叔叔放开丹峰之后，径直跑到三号门那里等着。这时候就看丹峰离开了沈叔叔的牵绊，从二号门鱼跃而出。沈叔叔说：“啊，没有换门啊！”好了，来，二位朋友来砸蛋。海强，你先出来，你先挑一个，怎么样？有没有信心？信心，有信心。大的不一定数字多，导演说。漂亮！七分。恭喜蓝队获得七分。来，我们的丹峰。砸蛋之前有什么话要对沈腾说？沈老师，我砸十分送给你。开玩笑，不会给他。一二三，东方爸爸你好弱呀、啊！来砸吧，砸吧。谁说三分？沈老师就是三分。哇，你好准啊，沈腾。所以我觉得老年人他就是有见识，有经历。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乌鸦嘴。好，下一轮，记住，我们下一轮要跳的就是印度舞。我们大家在跳舞的过程中啊，要注意印度舞很重要的部分是眼神和手势，比如说还有这个脚步的这个感觉，比如说印度舞就是这样，干嘛？新疆舞啊？为什么有点像？好了，来，准备，音乐开始。现在正好每队都剩三个人，他们采取了一对一的这个防守。万万没有想到，沈腾分到的是玛丽。准备，三。好，好，好，吴昕先出来了，吴昕先出来了，维嘉还没出来，维嘉还没出来，不停掉了，维嘉还没出来。Ha ha ha!
心先出来，吴昕先答。蓝队一个红队。你觉得蓝队会有人投你吗？100%，所有人都投我。一直就有一特别衰的人，那我还是投这个运气不怎么过硬的这一位。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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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分。6分。准备好了？剩下4位了。沈叔叔，弟弟陈晓，这是最后一局了，因为剩下两个人就是没有就不需要钻了，就直接石头剪刀布就决定了。还有杜淳，对，还有杜淳啊，来啊！这一轮要跳的是什么舞呢？就是充满热情的广场舞。New Day。沈腾和马丽回去，因为为什么？虽然是沈腾头先出来，但是因为马丽跟他捆绑在一起，所以他们俩几乎是同时离开。这样，我们先回去，你们两位大战陈晓。这一轮里面只产生一个人，哇！沈叔叔，沈叔叔以他高龄1:2啊！哎呀！准备开始。音乐响起。俩人开始欺负沈叔叔了。什么玩意儿？预备，预备，三，眼睛的是空地，三，起来了，看，已经被踢出六界了。叔叔起来了，叔叔人不人鬼不鬼的。我看到你在3号门的时候，我就跟娜娜说：“我说喊三。”娜娜喊三的时候，沈叔就开始往这边跑。三，找不着3号门在哪儿，年纪太大了。他都不知道是三不是仨。看玛丽这条裤子，完全让沈腾扯出了另外一款。好来，那个杜淳和玛丽，杜淳先砸。Yes， 现在还有0，还有1，还有2。
哇，剩下里面最高的分数，一个零一个一，哎呀，真棒你俩！别走啊，亮给大家看一眼呢。他们俩一个零一个一。原来陈晓是零，沈叔叔是一。根据几轮的任意门抢分，红队杜海涛9分，张丹峰3分，维嘉6分，马丽2分，陈晓0分，蓝队何炅8分，徐海乔7分，杜淳5分，吴昕4分，沈腾1分。那我们现在要宣布是红队的成绩，我们红队的总分是20分。我们总分才20分。对，我们红队最后选出的最衰的那一位人是我们这一队，其实都挺强的，比起实力来今天都没有发挥的好。投杜海涛，杜海涛，因为杜海涛看面相就觉得应该会被淘汰出去。投陈晓，因为我担心他情场得意，赌场失意，我怕他连累我们。原来陈晓是零。海涛，我希望其他的队员接受到我的训话。嘉言，我觉得他今天气色不太好，也有点晦气。太差了。红队经过密室投票，维嘉获得1票，陈晓1票，海涛以3票居多。红队淘汰者海涛。海涛在这个环节高票当选。谢谢大家，谢谢。海涛要去掉多少分呢？9分。那你说他衰不衰？我可能这辈子这还算海涛啊，我这辈子只能砸到一个9分，让你给还没算。所以最后我们红队的成绩是11分，恭喜红队。我啊是这样的，是有策略的，我投海涛的，按照节目史上的各种迹象来说他也是最衰的。那毫无疑问啊，然后就甚至这样，我们其他队员之间队友之间我们还使了个眼色，就是他们都接到了我的指令。哦，所以刚才你们在使眼色的时候就是在使要投海涛的眼色。我就不知道他们收到的是、哎、怪不得那个眼色我有点没看懂啊，是什么眼色？并没有朝你投，是不是？所以我想问一下我的队友们，刚才我使的那个眼色，你们收到的指令是投给谁？我完全看懂了。其实呢，陈晓呢也有向我们使个眼色，陈晓他使个眼色说让我们投他。陈晓，你又使眼色？我投的是陈晓。有，我估计应该是我最后一个出去，所以那就不如投我。但是最后感觉嘉爷的意思是投海涛，那我觉得一个团队要达成一种默契。接下来我们要宣布我们的蓝队的总分数是25分。哇！好了，我们现在要宣布我们蓝队本队的队员在密室里面投出来的要去掉这个成绩的人是噔噔噔噔说实话我这一组这个都非常非常的有问题。哇，嘉哥加油。但因为接下来这个环节我觉得除了有这个实力之外运气也很重要，那我还是投这个运气不怎么过硬的这一位。我投他。我们这个是老年队，他未免有点太年轻了。毫无疑问，这次我选的是沈腾。我跟沈腾认识挺久了，一直就有一特别衰的人，所以说不可能有转机的。沈腾是一直就很衰，不好意思。在蓝队的投票中，吴昕1票，徐海乔1票，沈腾3票，蓝队淘汰者沈腾。
沈叔叔，因为选的是本队觉得最衰的一位队员，你一高票当选，你的得奖感言是什么？就事实证明我衰吗？衰呀、啊。可是我只拿到了一分呢。挺衰的。可以的。就是衰呀、啊。所以我们这恭喜蓝队，最后只用扣一分，他们的总成绩是24分。耶、yeah! ！有眼光。我们恭喜红队，你们将在泳池接受最严厉的惩罚，我们迟到了见。耶、yeah! 大本营现在继续。横杆，用手中的枕头打落对方头上的帽子，先将对方两人帽子全部打掉，即获得该轮胜利。哈哈，这次枕头大战的游戏升级了。在游戏过程中，裁判娜娜会随机喊出5秒倒计时，计时结束后，横杆会开始转动，参赛者需要保护好自己的帽子，等待转动停止后再继续比赛。究竟谁能获得此次比赛的胜利呢？第一轮要比赛的是六届胸肌最大的和六届最能干的，最正的是这名最高的和六届刚刚公布练习的。哎呀，你们两个很强，上来就这么强的，我的天！好，加油加油！我们要把这岸上把帽子戴好。拿上台了，哎，回家啊，好可爱，这样陈晓在那边，然后这样飘过去，好吗？哇，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你呀、啊，那么稀奇古怪，从小就不是一个让人省心的孩子。看姑姑都成什么姑姑吓坏了，今夜我们都是姑姑。下来，我帽子掉了。哎呀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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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乔就先发制人，然而张丹峰俯身躲过这一攻击，用出一招蛟龙出海，命中！漂亮漂亮漂亮秒杀秒杀秒杀！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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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杀！是什么？好，张丹峰小心无心，他经常歪打正着的，亮拳打死他！你可以把自己先摘下来吗？啊，你可以先摘下来，行不行？还离那么远。你这么快就走了？快好，预备，开始。话音落下，张丹峰二话不说，直呼盲目瞎打的吴昕。手无缚鸡之力的吴昕被连续击中两下，此时张丹峰出现失误，吴昕侥幸躲过一招。张丹峰立马用出一记比人顶爆石还准的右手护，两中。此时我们的陈晓却显得格外的悠闲，在前方枕头与棒球帽齐飞的情况下，晓儿似乎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比赛结束的时候，你的表情是我能想象得到的目瞪口呆。五三三站一那里，居然自动弃婴！你可知道接下来的可是大本营史上最残酷的水上疯狂旋转大赛，尝试过的女人可都大呼受不了了。国际大赛，粉丝要死命才露馅。拼拼拼队派出沈腾和杜淳，而不言不语队则派出陈晓和张丹峰。刚在蒙眼作战中获胜的两人，能否再次顺利地赢得比赛呢？
儿加油，姑姑看好你哦。来，大家放好，坐好，预备，开始。加油！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我闭上眼睛。选叔叔加油，选叔叔加油，选叔叔。还没停啊，到底有多久啊？加油加油！好，掉下去就赚到你的票。对对，放手吧，你没事。丹峰，你可以的，丹峰。丹峰，想想你女儿，想想老婆，这样的。越来越快了，加油！丹峰可以的。我觉得陈翔已经睡着了。好干，这是打爆的吗？丹峰说：“哎呀，他脸都白了，脸都白了，打帽子。”一来打帽子，摆下来，五四三二一之后又要转，他脸太白了。那我来打，要先打了，来。加油！加油！
陈晓，陈晓，服不服气？我挺服气，我挺服气。六，完了，快六了。三，一，刺激，百雀羚草本护肤品，提示您下期看点。下周六晚，最强排位战，捉对莱斯莎，魏征第一名，他们全都豁出去了。这画面好可爱，大本营史上最残酷、最伤感情的游戏机制，引爆全场。我们的规则是，排名前面的人可以任意命令后辈做任何事情。我觉得你退出这个比赛。瞬间天堂地狱，太刺激，竟让嘉宾和主持人现场翻脸。
全军你误会了，我这个是要站在上面，蹲在上面。好像个杂技项目啊！此时此刻受的所有的屈辱，今天我一定要找一个机会抢，抢。哦，不是做的，不是做的。娜娜出赛排名第一，谢谢九妹，竟得意忘形，四处开火，引发众人不满。我想他们三个人一起来给我捶腿。娜姐，你已经有按摩椅了。我看看谢娜要不要和全世界为敌。我要。维嘉、郑恺轮番挑战谢娜宝座。所有的人都不要听娜姐的话。维嘉，你过来帮我捶腿。不想坐按摩椅的不是一个好演员。演员挑战的是娜姐。那个郑恺，帮我去给全军拿一瓶水。有五根绳，其中有一根是危险的，剪掉那根绳锅就会掉下来。娜娜又能否笑到最后？更有全新大型对抗游戏勇敢的大门，把你的对手扔出去吧。体能、敏捷、口才、毅力，一定要找好队友。下一轮人品人缘一样都不能少，究竟哪位大神能留到最后？下周六晚你绝不容错过。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在这里呢，首先要祝我们好朋友们的各个作品，当然之前擦肩过团队的所有人也祝你们很强，然后下面的作品就得到大家支持，当然我们大家也支持我们更多。在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天然不刺激白雀灵草粉、你好漂亮以及法兰琳卡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啊！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快乐的话，看快乐大本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快乐大本营的官方微信吧。是的，在这儿，爱你们，爱你们。哎呀，你请。